静雅，我咨询你个事儿啊。你比方说，在地底下埋一个东西，在挖开的时候就没了，你说这什么原理呢？你是生存大师，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？你说你作为一个男人，刮什么腿毛呢？而且看你这脚也就三七三八的，平时穿那么大个鞋，你得垫多少垫儿啊？静雅，静雅，你脚都落苍蝇了，静雅。睡会儿嘛。哎呀，你那么小气呢？原来是你干的。啊，我干的呀。怎么了？去吧，去告诉大伙儿吧。反正大家知道我跟罗小西关系一直都不好，也不差这回。为什么要挖他们的时间呢？我乐意。那总得有个理由吧？没理由。其实挖时间囊这事儿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儿，你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你跟我说，毕竟我记性不好。你说你作为一个女人，你腿毛咋那么重呢？而且你这脚一看就三七三八的，平时穿个35号高跟鞋，你不觉得挤脚吗？看这条，是我从巴黎带回来的。那是专卖古董的首饰店，开价678。哦，玻璃的。什么玻璃的？678欧。哦。欧什么欧啊？欧元。哦，你接着说。再给你看这一条。哇塞，这个厉害，这个是红玻璃。红宝石，就这么一条，限量的。我买的时候还有一个男的要跟我抢呢，说是要送给他老婆当做结婚纪念日的礼物。哦，那你是怎么抢过来的？我就跟他说，你就当是送给我结婚的礼物吧，然后他就答应了。然后你俩就结婚了？当然不是，我买完之后，在出门之前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老婆真是倒霉，能嫁给你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还有吗？还有这个。不是不是，我指的不是这个。我来这儿呢，不是想听你说他们之前有什么样的故事。你不是说想了解我的首饰盒里面有多少的故事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想让他们以后能承载更多的故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又要借？你到底要干什么用？简单点说吧，我想给以后来到地球上的人留点念想。我搜集了一些关于我们在地球生活的图片呀、电影什么的，但是我一直找不到什么东西来装它们。我觉得你这个首饰盒一看就是个金丝楠木，防虫药，防腐，肯定放的时间长。你这叫借吗？借得是有借有还。你这都要把我这个埋起来了，你怎么还给我？你知道这个首饰盒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它意味着我曾经的生活是多么的光鲜亮丽，而现在呢，你们几个窝在一起。你想开一点，放下，放下，无私一点，把它奉献给地球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哎，俏俏，俏俏，你来干什么？有人的时间囊被挖走了，现在大家担心秘密泄露，所以都去挖了。什么？这帮人挖了埋，埋了挖，无聊，对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不过反正我的秘密啊，迟早堂哥都会知道的，我还不如现在去挖，我亲自跟他讲故事呢。我那里面可有我哥200张还没卖出去的演唱会门票，还有他用屁股做坏的签名笔，还有他体重过240斤时候的体检报告。把这些东西给你哥看，他一定会很感动的。你也这么觉得是吧？那我去了啊。看见了吧，
为自己谋福利的，都是非常无私的行为，所以你就把它无私的奉献给地球吧，好不好？如果让我知道谁挖了我的时间呢，我一定把它塞进我的首饰盒里，然后再埋到地里。不是你们看着我干啥？要不是我看着我这个人做人清清白白的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给你们挖点野菜，我不知道你们那什么时间囊啊。你挖野菜用这么大大管锹啊？你家野菜长得是不是也太茁壮了？哎呦，我真是来给你们挖野菜的，不信你挖给你们看去。别动！哎，这不是我的时间囊吗？啊，还说不是你挖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埋哪儿了，他一敲就给挖出来了。不是。我真不是我挖的，我就你看，我就这么你看这水，你说能挖出来什么玩意儿？别动！这不是我的吗？不是你们能不能不往我锹底下埋东西？你跟这玩扫雷呢？一扫一个准儿。我能证明，不是他挖的。不是你只我都证明不了不是我挖的，你怎么证明不是我挖的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证明不是你挖的。那你说是谁挖的？敢说？我不能说。为啥不能说？说，就是不能说。你不说，就证明你跟他是一伙的啊？我挖的。我努。什么？对。我挖的，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没为什么呀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跟孟小西就那么多人追，我就倒追别人？我就是要看看你们俩时间当中都写什么了，我要破解我的爱情密码，知道了吧？有什么冲我来吧。行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这没事了，那个天挺热，大伙都回去吧，走走吧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走了。诺诺姐真可怜。不是往我脑上扣屎盆呢，是不是？你站了！哎哎哎，你赶紧闭了！哎，别敲！没想到你还挺讲义气的。温罗嘛，都是自己哥们儿，不是外人。这个，给你吧。这个不是对你挺重要的吗？我想了一下，你说的也对。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应该留点什么，而且里面的首饰我也都拿出来了，这个也不值什么钱，你留着用吧。太好了，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白玲珑把这个又扔井里了，给。你偷看了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不信拧拧盖试试。是挺严实的。当然了，但是它这盖再严实也没有我嘴严实。就是他里边情书写的有点太肉麻了。我亲爱的洛小西，你那粉的隆的小脸蛋儿真。把首饰盒给我。我从来不看木头盒里边的东西，真的，我发誓。你正不是真的那个。正哥，哎，我到这儿干什么？